方觉明真的很厉害，今天听完你两种诠释的意思。不过很奇怪，你是出国语唱片，怎么一直要唱台语？会不会觉得很纳闷呢、啊？不会、啊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台语歌。哦，他有出一个什么一个好人一个烂人啊？不是坏人，坏人哦，一个坏人是吧？对，你是好人，也是个坏人，对我坦诚，只为了朝他狂奔。你们都会唱哦，哎呦，你看，今天嘛是那个国昂哎，你国音昂啊啦，哦，好，谢谢，坏人，谢谢。